帮陌生女孩忙，导致我丢了工作，结果他深夜来我家找我。哎呀哥，你往那头点，急死我了！我都蹲地下10分钟，你还想咋的呀？姐姐，你好漂亮呀！你没听过那句话吗？越漂亮的女人越危险。你也觉得我漂亮啊？你说说，张无忌他妈说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你还挺有意思的。嗯，我哥天蝎座，贼幽默。你吃你得了，我上升白羊啊。今天的事儿我跟你道个歉吧。 你倒什么线呢？我最爱呢。那不行，我必须得补偿你。哥，你是不是让人……不是我那个什么，就是工作没了吗？他整的。你说吧，怎么补偿你都行。行行，那我考虑考虑吧，行吗？然后那个你就没事你就先走吧，好吧？嗯，也行。给你一宿时间够不够？啊，够够够，走吧。 咋的？算命先生都说过，再回是上上签儿。